你知道我们节目即将换搭配的主持人。好，所以切入主题了。没有，没有的，你猜是谁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收妹是无法拆解的，他就是。我已经说过，你不是我的收妹，我的收妹另有其人，大家期待哦。小 S 徐熙娣主持的《小姐不熙娣》节目近日在网络上曝光一段幕后花絮，小 S 突然问派翠克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节目下一季开始将换搭配的主持人，并直言你不是我的 soulmate。 没有，下一季开始，下一季开始，嗯，就下台。你要休息啊？为什么？你不要休息啦，我们这个 soulmate 是无法拆解的，他就是。我已经说过你。制作单位最后更曝光疑似接班主持人阿肯的照片，引发热议。对此，记者今七日求证不熙娣制作人 B2， 他受访表示没啦，熙娣乱说整派翠克的，并强调派翠克还是会继续主持，没有要换人。